等一下，先量一下厚度，尺呢？够吧？刚才一样，好了，去勾吧。掉下去了是吧？现在一般不会。你再用尺量一下，用尺量一下尺。这样，这样，嗯。好了，就这样。Thank you.
羊。我要去割吧。Thank you.